然后那个洗碗出来洗就行了，很容易洗，它不像普通的那个热水机，普通的热水机很难洗的，要开这个要开那个要收拾这个不用，直接拿两个拖把冰箱，它可以用到爆为止，一年左右。普通这些是两个礼拜左右，这些用一年左右，每天可以用，所以这个很省的啦，又干净又好用。然后走上去，不用功夫，你才功夫，你才可以好，而且好洗，这个才是真的好用，对。你看我割出来的水啊，干净不干净？它里面的水这么脏，你看我割的干干净净，99.98%，因为它的密度0.01到0.1那种水，干干净净你可以拿来喝，真的是干干净净的。这些普通的是割不到的，这些普通的。然后你看现在没有割过的水，你看没有割过的水，它里面有细菌，有颗粒的，药水颗粒啊，这个是不好的，然后对身体不好的，非常耗热。这个机啊，你在外面买啊，最普通的一家是80多块一个啦，再高是200多块，因为这个台湾新公司，他来这边做广告进马来西亚，所以他做一个广告40块。现在这个是手套有手卖没有，卖完就没有了。说你们要买的话很贵的，是他的广告一打出来很贵了，一次去了。他这个什么图都可以用的，小姐，这个叫做额头，知道吗？额头，这个是洗碗那边的，对吗？对。你这个拆下来，它有一头的嘛？你把它拆下来，对。然后它这边也是有的锁的，看到吗？这边有螺丝，这边有螺丝，这边锁。这2分钟的时间，5分钟的时间你就可以抽一抽。它刚刚好的，它便宜来了，你在外面是不可能买到的锁子的。OK， 如果啊。你要锁这个头还可以，他这个公司还有做一个塑胶头给你放下去，因为这个他没有牙，这个有牙的，所以你要锁什么头都可以，没有牙放这个牙进去锁，所以刚刚好的 OK。而且啊，你这个啊是一个健康的，一个健康啊，你买回去啊，你做的是一个健康啊。有时你家里的大家那个手机啊，你没有生意让它安装，它出来的手是安装的，所以你买几多钱没有用的，你一定要加这个下去，它跟你保护，再跟你割，明白吗？所以你才喝到干净的水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个是很好的。很多你们去外面啊旅游啊、厨房啊做生意，你带这个器具放在车啊、放在店啊，你可以随时。我随时可以喝到干净的水，不要喝到那个药水那个颗粒的。其实这个40块你是买一个健康，而且来这个水哪一家？你要现在去外面买什么设备，你最少100块。你真的，你去买一下这种普通的要80多块。如果是在街上买200多，你去看，所以你看到你回来这台湾的台湾，我跟你讲，台湾啊，香港，全部也是属于中国的国家的。其实你是在买电视机、买电脑的，对吗？全部也是在中国那边出来的，是吧？这个是台湾做，不过它是在中国那个附近那边的，明白吗？啊，是台湾啊，对。所以我跟你讲，这个是好的东西来的，为什么？因为它这个 FUS quality， 这个是不同的，不是这个，明白吗？所以它这个好的。用完了就扔了。对对对，这个不会坏的，永远是不会坏的，只是换这个filter罢了。这个不算15块而已，你知道吗？你之前15块一次过两个礼拜放，今天你用很多，你可以跟我买，你也可以去租个店外面买，明白吗？租个店了，随便一间卖租个肯定有的。你跟他讲这个水龙头，这个叫做水龙头租的，它就有了，明白吗 ？OK， 你可以跟我买，去哪里买都有，很容易了，小姐。现在这样子这个就是热水，这样转上来就是普通水，这样转上来就是热水，这样子转就是普通水啊。普通水是这么肮脏的，割出来的水是这么干净的，明白吗？ OK， 它没有里面割出来啊99.98%，因为什么？因为它里面呢，它有那个负离子是杀菌是除臭的，然后它的密度啊，它的动脉密度是0.01到0.02，所以它是最热的最干净的。你甚至你可以来喝到这个水，从那边拿来喝的，它这个是干净的啊。如果是华人，他大多数拿来煮，拿来喝，因为它这个已经是可以喝了，98%没有细菌。